女人不应负责失信给雷婆，女人说负责失信就负责失信，是名负责失信。这部分就是讲什么？讲说不定啊，在你的心内，你的心意上如何？你的心意上如何？我可以负责失信给他，我刚才在负责伊圆满的智慧所流露出来的德性，来看到伊什么啊？见到无上正等正觉，所以后边结论就不了现出，如来不应苦作失心见。这句话就讲，如来不应以苦作失心，未当以苦作失心来见到阿弥陀佛什么三宝的。因为你欲苦作失心，阿弥你若即面苦作失心见，阿弥就接救啊嘛。来讲听哦，即面苦作失心要见啊，不。而且后边这部分他讲可以广，那不得一三天来得力来盖水哦。伊讲苦作失心，就苦作失心，是名苦作失心。安尼讲挺有意思。伊问，听讲如来为苦作失心见哦，要讲安尼名，伊后边三天得力就放出来。那讲如来不应苦作失心见，安尼如来伊就爱接面一个，讲面一个坎名，对不对？但是伊跟你破相。以贵妇叫细心点，是我给你画像。凡所有想拢是以我画像，但是相点的内底有一个实相在内底。咱唔通画迄个虚像，但是迄个实相是怎画的？安得唔对？所以后壁这个有，就是讲流露出来名，因为实相中流出来名，为辅助观我地面的名，迄种物件怎画？辅助细心，因里面的接力外相，所以辅助细心。一些讲表象，即位苦就实心第二步，就是叫做缘起性空。缘起即个有性空即、即位苦就实心，即、这个叫做缘起性空。缘起年所生化，但是后边迄位啊，即位可能是即位苦就实心，即位唔是甲你讲，你今日完全拢是表象在走向，所以叫做天人部分来讲空。一句在讲有，一句讲空，一句在讲一年所生华，莫说即是空。你看龙树菩萨的话，一名一句名，第三句话叫一名真实义，空有不二，所以你不得伊的公告二十章的当中，伊就是第一个问题，就讲不得可以比较细心点哦，这是说不能用说法的，说法的啊，你的心意想如何？如来他未使用着伊的苦集信来见着阿弥陀的三昧三菩提。哦，这句话恁听，这句话含二十七句，二十七种来讲，咱爱用迄个叫苦集信来见着阿弥陀的三昧三菩提。即嘛，这句话讲不应苦集信见阿弥陀的三昧三菩提，是甚物物件？因为这句就是解释他们先破劣相，先破劣相。所以那法律上来底当中，因是血淋淋的官人破断灭去一种地方，伊后壁就用三遍同你解释解释。为苦叫信心，就为苦叫信心，是名苦叫信心，一三遍同你讲。苦叫信心就是讲叫做延迟的表象，即归苦叫信心延迟，但是还有一个妙理在里面，空性的妙理在里面。但是是名苦叫信心，迄、那个是名叫做。是方便的解释，迄个嘛叫做实相的理，有人讲的吼，所以那个而且当我就讲，我就讲叫啥，不要观望啊，观望过心，纵然人家见得出来，清净的观望过心，不可能是为什么？因为不得后边不三昧得力呀吼，所以二十六分，咱话得二十六分开，讲到迄个看的能力吼。说不定为何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哦？说不定如是如是，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不然，说不定用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，不论现佛也是如来。说不定，说不定，说不定也会变现尊。如果刚才说说你不应三十二相观如来，这部分就是我在讲，说不定啊，你的心地相如何？不得有三十二相，这个三十二相就是一种叫做无量，
所以信有无量寿，寿有无量好，好有无量庄严，这是一个真正庄严相。他未当用着伊这个三十二相其中的一相，哦，来得见如来嘛，来见见如来发心嘛。但是我在后壁还讲如是如是，唔知是伊真正唔捌的，还是假的，我唔知啦吼。那讲伊真正唔捌的嘛，伊爱讲第一呢，伊一进入十四分就已经开悟咧，那有到二十六分来才叫悟咧？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你看伊经典，你也是方便去甲了解到底伊怎想哩。哦，第二，我从识得如来，哦，离闻如是之境。我从识我过去得安来甲即嘛，啊，我嘛啊毋捌听到即个如是前身的经典，总结了我也了解，所以嘛就体会一次。那二十四分一个就开悟。啊，二十个钟啊，叫我退回，所以这个文的意思，这个意思就是强调无碍，强调无碍。啊，不是变哪，要抛出议题，我负责甲纠正，甲纠正了后，予大家离这个一千两百五十人负责的地主，大家确实去捌这个问题，可能有争议。哦，第一个点就是讲呐，哦，因为不书目内容讲出来无注意。功夫的他这里，啊，他这里就是一马上就开悟了，一马上就知道了，哦，伊讲，哦，有一双脚就灌如来，真人现也是如来哈，安尼吼，所以这部为马是咧讲个看的徒弟吼，不依三十二相灌如来吼，本身依就是三十二相，非常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后边这部为任何，哦，这部为了吼，你这里。发心不相分的内当中，哦，即款观想，就是心见的意思吼。心观是得着如来清净圆满的色，答案不可能物件。哦，安尼就是叫做呢，不可以发心，不可以发心想得见如来。跟你讲起来，当中就是一定爱空掉这物件。所以用即句话，你金刚经发相不相分的意思啊，分的内当中不包看。那如果以这里这个空叫做哪？人话不讲，叫做空间，叫做空间。看你那空的面，那空的面无物件，就迄个无物件。对我拄只讲的，这丛树啊，伊看到表象，伊唔知讲是这丛树啊，伊里要哦，这个伊里人来得是啊，伊里就上，伊无了解这个。伊今了个看到伊里内底，他会当生出着这水个迄个傻姑娘，伊唔知后壁还有迄个娘娘。所以因即句话讲到遮，是要先看伊个执着相，后壁块执着相到遮。但是到二十七分来，哦，即个二十七分来，所谓的你要做事情，如来不应附着上果。即段话，所谓的你唔通有生这念头，哦，什么念头呢？如来不依，如来无依，苦就上果。这阿弥陀佛什么三法的？哦，如来无有这苦就上果。阿弥陀佛，过去十八亿年，你未使执着一个念头，如来无有一个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行来得到阿弥陀佛什么三法的？这个叫妙用。所以，金刚经有经些你也要注意。也常回忆哈，所以去年嘛，如来归苦就是我的阿妙的三宝三宝的，这里的名。阿妙就讲了，是我的你有做事情，把阿妙的三宝三宝的讲，我说是我旁边，我做事情，可以讲把阿妙的三宝三宝的先讲，无法不说断灭相。二十六分，人话多啊，就是讲狂念，好，来讲狂念，今晚这个我们先消文解义了哈，因为文章来讲，说的呀，不得的继续，那师父来讲的，伊讲逆用作事业，哦，逆用作事业，你若他做有迄个事业，迄个什么事业？就这个事业，哦，逆用作事业，我阿妈得，你有这个事业，哦，逆用作事业，如来归苦接受果。要听阿妙陀三宝三宝的吼，
这句话就是接住咱来讲，你有这个如来归苦集上道这个念头，你就作事了。啊，那安尼，发阿弥陀什么三宝的心念，说诸法不灭。可是你来讲，要发着这个无上正定正觉的心，你呐，行讲迄个空，就我之前讲行讲这个空，你呐无讲这个妙语，安尼叫做诸法不灭，让我讲啊死，让我讲啊飘飘。所以呢，这段话确实是一个衔接点，非常玄妙的地方。好，所以我来讲，你所做动作，莫作事念，你未使有这念头，未使有这个念头，讲如来归无就是我的阿妙二罗三藐三菩提，你未使有这念头。那回到专者正等，你二十六分，哦，你二十六分一切拢，你不是讲叫我十八年二二吗？那你二十七分的后边，你看你搁讲五，所以这点。咱一定看到这点内底有点啥为人注意，会感觉重要。不得过去讲空，后壁一段线咧叫叫做持有，但是伊讲空的内底当中又甲你附带三点道理伫内底。伊要甲你讲空的，伊规则的执着互你吃，伊规则执着互你吃，伊规则执着互你吃，伊一定要一个解药，伊一定要一个解药。伊要叫你破方向，要破你破这方向，不可以。凡所有相，乃是依妄。若见诸相，应知。若凡所有相，乃是依妄。伊就是，即个就是讲，凡所有相，拢无是相，拢种空的物件，拢无是相。但是众生会去证明啊，众生就开始去证明迄个，尽作一个好信号，拢中间。所以，若要真正去了解真正，迄个大乘法内底当中，迄个一部分内底当中，安可能你着走即个时阵，着参照我过去我咧讲，我伫电影，你讲个时阵，金刚经个时阵，平常时咧初听，迄嘛是讲道歉，哦，毋免听啦，金刚经拢讲真个啦，拢讲空名啦，安尼伊一部在你扫过，金刚经拢讲空名。往彼是一个真正，听听人咧讲尔，唔知影金刚经的道理是安怎。所以这个当中咧，咱佛学，因为你跟大互相研究啊，是换来当中，咱就知影确实不得是一个大学者，确实也是无简单物件。二十六分的物件，完全是讲空的物件，咱佛经常讲。好，可以三日灌入来，不了身体，不可以三日就灌入。哦，一日用如是如是啦，哦。所以就对了，那可以三个就灌入来，专人信佛也是做了。专人信信佛是一日在欲界天哦的一个那，就专人信佛。所以伊福报足大，但是伊有一个足大福报相，伊的相也足大。啊，所以伊迄个相参照哦，这个福德哦，伊的庄严相。啊，所以你若用着迄个相，伊是一个福报。迄无思想，伊完全压在个界天，哦，所以我就达到所谓的伊迄个解脱的目标。所以呢，伊讲，哦，空力一尘不染，六根境拢完全摆空掉，而不生自着，莫令思想空掉，大众生的相、说法的相、成佛的相，统统空掉。空定跟那境界，这一来，也许你认为是空理，因处在你的迄个观念中，这个认为如来归菩提相哦，但咱得到无上正定正觉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来啊，迄、那个如来正定的内底有如何，可以菩提相哦得到啊，这个如来吼啊，那种不可以哦，那种不可以，所以呢，咱今天咱开始。哦，迄、那个即空，所以如来那个转空为流，唔爱做众生的什么即空的物件。所以即段话就是咧讲，咱一定阿得，我拄则讲的，咱人未记，咱唔是已经证个菩萨，咱是一个法师，
咱一个凡夫，有阵时咱咧讲空理，始终中好好缠绵。咱咧讲诶，人讲惊死人，但是做诶，啊，都是要笑死人。伊人咧讲，用咱这个心，啊，都无练过。其实，咱咧菩提众生，你讲啊，我都道理嘛免讲啊，啊，我人嘛免多啊，啊，我道功嘛免做啊，嗯，啊，我伫咧修空，我伫咧关心，我业观。我都因为我的心无那个业观，拢业观，要观免内观其心，但是其实你关心，关心若要甲解释叫内见，叫内见，内见就你家己，你空性能够叫哪，叫做还神，还性。空性眼目叫观性，哦，啊，因这个观观心，这个观心不是用观的能量呢，不是用，安尼你这个二六四中，我观这个心，你能量是走不开，不是这个道理呢。这个观这个心，当然因为咱今日有一个清净，清净，这无量的能量，这是对，这个是因为咱有自性。这个物件，但这个物件，这个物件内底当中，你本来就是有这个物件，一切地位、地心拢归这个物件造成的物件。我心门作天道，心门作地啦。但是因为你知影这个物件，你知影这个物件，你有这个物件，你有办法一心清净，哦。但是问题，你有在用那清净无？你无做，你无做。那就会再造起来，是不是跟着正能量？是不是跟着正能量？是不是跟着正能量？那个正能量不是自己造来的，所以习主席刚说出来，一共水的能量越多，啊，水的福报就越大。后边附带的部分，以智者为伍，以行善者同行，心怀苍生，大爱无疆。以后边附带这两部分，以智者依地将，依地将为伍，哦，为伍是伍啦，哦，以智者为伍，以行善同行。你今日你有你的力量，你的力量，正能量的力量，你也附带这两条片，你也附带这两条片。啊，这两这两条件你不搞，不叫哪，叫做悲智双运的，既叫做悲呢，既叫做智呢。以佛教上来讲的，叫做悲智双运呢，双运呢。你唔是惊做这关键的物件呢，是不是呢？悲行善，度化众生，因为众生你可以救得善，你可以救得善。但是你救众生，当然当然要地位，以智者为伍，因为咱凡夫的众生，咱地位无够，所以咱的地位一抬落去。所以有正法，有恶法，有恶法正法，这个正向的能量才会起来。啊，你今日你这个彼此双面的过碰撞的过程中，你无将绊倒，你的能量就起来。能量起来，相对的，你的心的力量，这个心的力量就出来。这个心的能量，你就有办法安住，你就有办法行住。因为你碰撞的过程之中，你也都得做整件物件嘛。你想那个行的，那得掉，那看我碰撞。今天呢，有阵时吼，为了给你出心磕点无呢，有阵时给出心磕点都呢，哦，有阵时出一块利利好好磕点呢，哦，今天我做副经理。忙给这里回评嘛，是对呢。好、哦，我做副经理，忙回报是对嘛，有呢。但是咱讲，迄就是使我们的力量，这个力量，因为咱那个动作，它是我们修忍辱道的善知识，它是我们什么？哦，这两个转世成就的道的善知识，因为一波给你碰撞。你没有力量，
因为迄个破窗你不会消业，但是阮若无开化，无开化，好、哦，我讲做不管的无开化，做不管的人有开平价，不管怎样，既然讲，人拢用着迄个，用着迄个放大镜在甲伊看，无做复检员时阵，一定是爱情，一定是在改变，做复检员。当个比较白的，今天在你旁边，你别看，你愈看人愈该看人干部，不好，不好。但是你可袂使认为这两，伊该看这方，你可袂使认为这两个物件，你该，因为这两个就是了，互你正能量嘛。感谢你甲思考，感谢你甲注意，好，正能量起来。你若多气呼呼，变成比常人团争强斗气。阿弥陀佛，今日咱这心应该怎么办？因为这心不是定之心，这心叫做地心之心。因为你地心之心，伊人愈解变化，愈解变化，伊人解多少少。所以这些讲了几下，规天拢做几下。所以咱今日修到真正爱有地主，好，爱有地主。所以你六根经的内底当中，咱拄则讲的。咱完全都把空掉到空空荡荡，拢总无啦。等于我妈来讲，我等四想也不要辞，只会空掉了。甚至咱拄则讲的心不想，心不通通都把它空掉了，空掉到一无所有，变成一个无性，无性。但是咱来讲一句话。因为你十法界众生，十法界的众生，十十法界众生啊，你另外一句话，咱修到合格内底当中，不是讲赢的人代表对，不是无讲的人代表输，不是这个道理。因为修到有点像出一斤的嘴，不代表是对。以前那个十法界众生。十法界的众生，这十法界众生，伊对对是个三恶道人，三恶道，三恶道人，伊个做人，但伊心呢，伊是三恶道，伊心里为圣三道，三贤德。伊嘛咧做人，伊即个心嘛是三千多。你四圣地呢？四圣道呢？伊嘛咧做人，伊即个心呢？是四圣道的心病。那我请问恁各位，十法界众生来当中啦，十法界众生来当中啦。拢总人，拢总人，共一个人，但是伊只心呢，有相像无？绝对袂相像，绝对不一样，我绝对无骗。所以你今日修行过来在当中，真理是对，真理是因为咱今日你家己，合乎你家己心行的条。你可以控制你这个心脏的控制点，我已经去前头，跟平日一样，你还能不辛苦？朋友们，你想，知己如己人，你再来播放看看，你来了吗？青岛大学，你两个石油大学教授，甚至等等什么教授？朋友们，你看，比如作者，那我比如我开始我给王修海。你真正会开钱，比我贵个，啊，想要伊个，但是今日朋友满天下，知己知彼个，要知影家己个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亲情，这个叫做无量。你要知影你家己亲情无量个这个自信，有贵个你来讲。
所以那是讲自己自己才能摆正本身。咱唔是，伊来去见证嘛，安尼咱叫做信。那唔是互咱推倒，安尼叫做保护，唔是这个道理。苏东坡甲胡人大师，这个故事咱拢听到。哦，苏东坡这个故事咱拢听到，是不是呢？胡人大师，苏先生你这些是不多想。苏东坡问胡人大师，我这心想。唔使，安尼请将苏东坡欢喜到厉害，讲我见证尔，都去让伊苏相来甲讲一下，我面拢白。所以修道是因为你要战胜自己，战胜自己不是战胜别人，战胜自己。修道是安那才歹修，修道是安那修一个字，咱拢无去检讨吧，咱拢无去检讨咱家己。我们把什么目标都朝向别人，大头都对吧？是不是呢？所以你得修的，虽然你是空有不会的道学，你才能磨；空有不会的道学，才能磨。空有不会，悲智双运，悲智双运，你才能磨。要你们干的，其实修的真正不是讲。咱修到这个坎障来，咱嘛是在你道中进步，咱修到这个坎障来，我们真的有真的那个的起心动念，你的念头当中，我们有阿弥陀佛救，咱有阿弥陀佛救，那你的魔造出来，那你的魔造出来，咱从现在开始，密宗师妙无边，何必众生参悟。哦，出来那个无魔无寇，无魔无寇，天劫平安。是什么人在甲你寇？咱今日这只心魔在甲你寇，这个魔你比得出？所以我认真的讲，什么叫做名师？什么叫做名师？你讲啥？什么叫做名师？今日外口就叫无名师，你家己的心无名无。你个提醒我，你个心若无明，你拜一百个师，一千个师，就是拢无明师。你个家己内当明心见性，这叫做明师，会当含糊其辞，一只心魔，爱修就辛苦。你修到若要找明师，就讲你去头壳里讲也找袂到，但要真正亲近着你个心性，咱今日修到修一世人，咱有迄个解脱，才迄个解，完全拢无法度改变，是毋是啊？因为咱真正无修道，咱修道是完全离这个十法界来当中，咱过去来当中拢总无转，转世成就这个功夫，完全咱无转，完全咱就来是无改变。修道就是大蜕变，哪些变方法？我想是不会讲，你若经常天就安排，花落盛开，蝴蝶就来，花落烂掉。苍蝇叫了，咁是咧，今日咱这里会越开越热闹，你这个物件，关照你家己物件，收一世人收袂收，我收到你这个会热闹，收到热闹去，你养你徒弟，你很伟大嘛，你佛性嘅都真可怜，我们修到一辈子，这是偶尔不断的人生，不会成功的。所以今日佛是安怎讲？咱今日你这个必须要修，利用空掉的一切物件，安尼叫做清净。把摩顶思想我无去啊，把修佛道也无去啊，大化众生也无去啊，所有物件都无去啊。安尼你讲叫做你叫做空空，懂一个清净？我还讲太早，太早，你已经偏见了。OK， 那好，这是开始，这是开始。所以呢，静心、净化心，等到静心去杀到你小，连不辛苦就小，弄反弄爱空掉，所苦就小，思想好爱空掉。哦，连静的这个发心，发心这个发的，发
发这地心，所以讲凡所有相该成佛，因此凡所有相拢爱除掉，但是你一个执着，这个空变成空掉，无掉，修得这个空要执着，但是袂使落入空空洞洞，空到完全，你含一个妙有大法众生，落得所进去，含定了拢无。因为叫你清净，唔是叫你完全毁灭，这条你要了解。所以呢，因为又来来讲，哦，那安尼你就看见这个错误也是错的。殊不知你要做实验，殊不知你的心有这个想，以为如来都普觉上高的阿弥陀佛什么上品。那安尼当中你已经等到普通简单的，不以普觉实心以的阿弥陀佛什么上品，你的心。用的这个两毫车，你已经没有生机了，你的庙已经没有了，你家里这个几叶汤的经济庙都没有。如是如来，你按恶数遮住他的这个念头，说不得我作实的，依然高。你未使如来为苦就上报，你阿弥陀什么三宝？你若讲如来为苦就上报，得到阿弥陀什么三宝的，你这个是错误大错。那呢？如来肯定不就想过的安得什么三宝的咯？就不会单单的必先这个物件咯。所以嘛，我给你偏右，啊，我给你偏左，所以这点的物件，是我都想来讲。以十不来会来讲，他没有有没有到到时阵搞了后，他绽放出来就是了。但是你未使讲，咱今日你虽然还是众生，但是。你有一个空性，不生不苦，不生不增不苦，不减不减，这个空性面来。但是我请问你有这份吗？你有这份吗？你的因缘苦足够，你今日去佛法寺，你的空性去做，你今日去因缘无苦足，你去做无，你会去做无吗？嘛是因为迄个空性去做无呢？咁是安尼，所以你到迄个时阵到，所以咧有句话讲。盖棺定论，这个盖棺定论就是讲，到那个时阵，迄个开始救的时阵，你是到底福气还是到底福报？以你修的过程来对当中，因地后边有哪？果还生，果地就还生，果地还生这个妙理啊！啊，所以呢，你肯定到这点来对当中，你修呢，你在谈这念头，如来归无就上果，你谈了得了什么三宝呢？为什么？为啥讲这两包呢？要你讲，是我的利用作时间，把他们得了什么什么的，说诸佛方便。可是你若讲哦，咱不晓得嘛，利用作时间，你有这念头，如来归苦就上果，就是讲如来完全迄、那个圆满的报身的苦就完全拢都无去啊。你今日讲迄个空呀？因为二十万分一上我都讲空。二十七年后壁开始要讲有，迄、那个有就是开始讲妙有，因迄个空手流露出迄个妙有嘛。但是你安尼听你头前迄、那个空洞洞洞，可能会重要。所以来讲，迄、那个诸法诸法是一切法，咱来咱来怎样？所以经文经二十七分有话讲，一切法即为一切法，色言一切法有部分，一切法即是佛法，佛法即是一切法。我安尼讲无？所以金刚经的二十，迄十七分就讲这句话。所以诸法，诸法就是一切法意思。那安尼当中呢，你拿一切法是对得出来，一切法是对你空性所流露出妙有的一切，那叫做妙有。但是你把迄个妙有观念你放到无起来之后，你变成啊，就是迄个空性，没有生气。好、哦，所以这点呢。点到了，我菩提心，我菩提心正啦，我了菩提心，右边咱行偏偏是好，所以你若倒立一个空去，这边去，经文的意思来讲，好、哦，要是你有这个念头，如来归无就上菩提，阿弥陀佛什么三宝的，这个叫做空，如来不异，听好哦，这个不异就是说，如来无离这个。无即阿妈无离，因为阿妈就是三宝三宝的，即地内底当中不异当
哦，不义不就想，不义不就想过，那爱义不就想过，这两个无相像，一个是讲古，一个讲汤的物件吼。所以不义不就想过，第阿妙就三宝三菩提，你呐，他是当着这个，你呐以你这个念头来发菩提心，你会落入诸法方面，一切都是断掉，拢无掉，所以你发心拢无落。你咧发菩萨心嘛无，你咧发阿罗汉心嘛无，你咧发菩提心嘛拢无啊！因为你咧讲，你咧断灭去了，你咧到底是一切法哩，发一个空空洞洞去啊！吼，所以你若有这个发菩提心，你就是这个诸法断灭的迄个结，哦，迄叫做空结。咱老早就讲，化伫迄个空啊，化伫迄个空的结，空结，毋是空有不离的道理哦。迄个空的内底看到迄个结，你惊看到迄个空面，惊进入迄个空面，安尼做。你就走到偏这个这方面，所以呢，好两处做方面操练，跟你讲这个物件。好，我的写点一共有六十二见分，啊，有六十二的写点嘛，六十二见分啊，分叫六十二写点。有两个根本的大写点就是小点和大点，逆时失主，何惜寡道？上端二见，二最上上法门。那做端面是不是出位？敢有？有啦吼，然后到时咱知影啦吼。所以呢，这大话直接讲到这只啦。哦，断上断上二见，这是六十二见本的上重要物件吼。所以呢，断见认为讲什么物件无断，就是讲咱人死去了，后壁全部做无去啊，变成空空洞洞啊。伊个因果嘛无啊，即叫做断灭自见。啊，上见呢是另外上见，就是讲人死去，另外就走来做人，都一定拢安尼做，上就是不变的物件嘛。哦，所以呢，即叫做两大根本，大下根根本吼。所以逆时失主，何惜寡道？断上无，即个说到偏分文啦吼。二最上上法门，一。哦，依汝所说，色心我爱有一个发心，离心灭，由即灭，由推一凡离相乐，也有心取用。所即乃临啊，即临生死，当欲世乐。任何我讲到这段当中，有些唔讲是要讲一段话啦，讲一段话过去一定足侪时间啦吼。是要有这段话，不得咧讲这两段话。就是《金刚经》的二十六分顶端咧讲卡，那下底一边咧讲有，顶端这边咧讲啊，上下底这边咧讲关，安尼对啦吼、哦。所以恁个看好哦，无上寡涅槃，观明上寂寥，凡无为之死，寡得即为断。五，救助二乘人，莫因为无作尽。尽俗尽所见，六十二见本。哦，咱六十二见本要怎讲呢？这六十二见本恁要注意吼。是外道，是外道邪见，以我闻为我闻为起见的对象，以色法甲心法。色法就是表象的色法，那心法就是咱心的物件。那因为这个六十二见本内底当中，因那什么呢？就是色修相的色，色就是叫做色法，好无？修相的色就是叫做心法，修就是感受的物件，色就是表象形形色色。哦，这叫做呢，这叫做依色法甲心法，这两个在讨论啦吼。那因为在二见本的当中呢，色修相的色有无对不对？听好无？因为伊用着起相无相。一相一无相，非相非无相，定如是何事？众生如常见。啊，就是讲起的内底当中，经过这修相明显，哦，啊无相经过修相明显，一相一无相，修相明显，非相非无相，经过修相明显，安尼五事多二十，多二十根本啦吼。哦接下来，佮依着色修
向明显啊，伊个时阵啊，伊个主题，以我们为上，以起我们以上起了有边界、无边界，亦有边界亦无边界，哦，非有边界，非无边界，亦有边界即非无边界呢，亦有边界亦无边界三，非有边界，非无边界，安尼叫做四，安尼个五加四，五是对十，哦，所以呢。安尼重生，重生了二十结婚，安尼连顶完重生都四十二结婚啦吼。过来就是讲以色修相认识定我们为对象，起了有起来，无起来，亦有起来，亦无起来，非有起来，亦非起来，我们啊为对象，依照这个五色修相认识，哦，因为有起来，来对应了修相识。无起来去对吸收相应性，亦有起来无起来去对吸收相应性，非有起来非无起来去对吸收相应性。安尼五十加二十二十，安尼做偌济做六十，咱六十加上了吸收二点五六十点八，吸收就是咧讲，因为咱拄则讲吸法甲心法，吸就是讲对着境，心法就讲对心，所以一个叫做心。一个心，一个叫做境，一个叫做境。哦，迄个心法就是讲，咱的心，这个心去判断的这个境，哦，啊生出来物件，啊你伊叫做偏见，这个叫做偏见，偏见，这个叫做六十二根本，六十二偏见，解释一下你好，再见。啊，这六十二边界的内底当中，这种是无正见，拢是邪见吼。哦，有一种人，有事业哦，下辈子投胎还是做人的吼，这叫做相，这叫做相的吼，相见。所以，这都。